彼は私が今まで見た中で最もプロらしくないウェイターだ。没想到什么，我们想用优质精良食材，坚守传统做菜，坚守传统做菜那个，坚守传统。不好意思啊，我那个。もう少しシャキッと立ちなさい。若い頃の自分を見ているようだ。你好年轻啊，你多大？我零四年。比我儿子大四岁而已。因为我儿子是2008年的，2004年。对。妈的。十七。哇哦。咱菜已经齐了啊。哦。能一起吃吗？啊，不。不行吗？不，有监控。三顿先给您撤了啊。彼は山東省眉山県の中学を卒業後、たった一人で大都会上海に出てきた。你为什么当初不选上高中？学习差呀，我好学生早上高中。那上干啥？别上了吧。啊，没上。林林浩は今何を考えているのか。夜、彼と同僚たちに聞いてみた。多大？19。19岁。咱都是零零后。啊，19岁。没有什么带着大的梦想。没有梦想。你怎么跟我一样？我都不想。私も若い頃はアルバイトよりも遊びが好きだったし、夢はあっても恥ずかしくて人には言えなかったものだ。一方、北京にも中卒で働き始めた若者がいる。彼はウーファン・チャオ。17歳の時、河南省の農村から北京にやってきた。上衣是499、裤子是399。一岁小不小穿那个。哎，你好。哎，是娜姐。一会儿我来跟你解决这个事情，好吧？我大概5分钟左右回复你。怎么了？他点的菜，然后我们有一样东西应该是爸给他送的。你不是今天休息吗？休息有点近。可以写个人的手机号码吗？对，你搜一下西北莜村上面就有我的电话。啊，对。那如果有喜欢他的人的话，可以给他打电话，直接给他打电话。如果喜欢他的女孩们，打电话。但是你有女朋友啊？都忘了。对，不行。刚来北京的时候是，其实我住过地铁口，真的。没来北京之前，从来没有在商场吃过饭，甚至说出来大家都不相信。一周前。是我喝星巴克第一次喝星巴克，而且还是别人帮我买的，我从没踏过星巴克的门。今年から大量の零零後が社会に出てくる。私は最近の若者はと偏見を持たずに彼らに密着してみることにした。私はこの日、北京に住む呉さんの家を訪ねた。小吴、好久不见。拿了把伞。没有。啊、哦，谢谢谢谢。好，好体贴。谢谢。彼は仕事を始めてわずか1年で給料が3000元から1万2000元に増えたという。最近开始锻炼嘛。就一直在锻炼。对。这里是你的房间吗？对。还可以啊，这你全国的话，西北有10000多名这个服务人员，当时这个很厉害，这100名前100名啊，排名第30多，1万个人当中的对30多名，对，这相当厉害吧？那你学生的时候，比如说高中啊、初中的时候，也经常拿这些奖牌吗？几乎。没有，几乎没有。对，因为你不爱学习。在小学的时候还行，比较爱学习。在初中的话，基本上学习成绩就下滑得很厉害。嗯。也基本上没有拿过奖牌。嗯。奖状啊之类的东西。嗯。1万人中33位の呉店長のサービス力とは。哎，来了。完全不一样了。哎。西北的制服吗？
对，工装，工装，然后前头向右看齐，小心步，小心步，向前看，亲爱的伙伴们，当下好，好，非常好 ，I love you。全员百分百健康问好，啊，昨天做得很好的有易松、张杰，无论是他们俩可能经过顾客最多的，无论是去卡尖还是三，这个水温应该刚刚好，可以喝点。跟您核对一下，您点的小份羊排，松鱼翅回包菜粉丝有特殊的忌口吗？没有，它的姿势不一样。你稍微等个一分钟，我给你拿个单。需要啥我给你拿。然后以后你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找到我。对，是我们没做好。你先吃吧，一会儿我来给你解决，好吧，哥。姐，是这个吧？啊，先给你拿过来，晾一会儿再喝。等会儿再给我呗。行，行行行。行行行，那你慢点说。啊，再见。这也是我的一个老顾客，对，那个小姑娘也是，现在5岁多了。她最早的时候，我记得还坐婴儿车的时候，我的上一部手机还有我们之间的合影。我来后边。この店には一つの秘密がある。それは五店長の年齢だ。那你知道他多大吗？他呀，我还。真没去了解过他那样，反正我就知道他没我大，但是有时候我还超哥超哥。别人都说我94、95，甚至93、92的。哪有那么大呀？其实是成熟是成熟了点，但是肯定没那么大啊。真的没人知道你多大呀？不多。不愿意让他们知道。他们要实在想知道，可以啊，告诉他们。私も若い頃。監督として舐められないよう年齢は言わずひげを生やしたものだ。この日は休日、呉さんは私をある思い出の場所に連れてきてくれた。地上铺的有一个东西。哦。来，我们。哇。应该就这一张。这是你吗？对。17歳の時、身一つで農村から出てきた呉さん。北京に来てすぐお金を騙し取られ、この地下鉄の駅で寝泊まりしていたという。看到这些路上的行人啊，上班族就觉得好像他们就是我想要的那种啊。就是我想要成为像他们一样的那种一样，啊，就会有这种想法。4年前和现在的你完全不一样了，衣服也不一样，发型也不一样，工资也不一样。对。那你现在看4年前的你，在这儿蹲下来的你的话，我会觉得当时很幼稚。你跟他会说什么？我会跟4年前的他说些什么？我会告诉他这个社会啊，就是已经是这样的，就不用去担心，不用去怕，去经历你该经历的，你每一个你走的每一路，他都会上树的。我会给4年前的当时的我会这样说。4年前的你肯定怕吧？当时因为什么都不知道嘛。对，什么都怕嘛。4年吧。啊，在北京。说辛苦也辛苦，说不辛苦吧，也就这么过来了。反正对自己成长也挺大的，反正我不后悔来北京。一見順風満帆のように見える呉さん。しかし彼はある大切な人に対し強い自責の念を抱いていた。17歳、それは体は大人でも心は幼い微妙な年頃。ここに呉さんと同じく高校には行かず一人で大都会にやってきた17歳がいる。我04年、17歳啊。考了10多分，还上干？别上了吧。没上。马上去东方明珠呀。老婆，他知道我叫。
江底打了一个隧道，就可以地铁开过去。是透明的那个隧道，也能看到。也能看到鱼啊。農村出身のカンウさん、夢はランボルギーニを買うこと。今日はカンさんの初仕事の日。ここで彼はある大切な人と出会うことになる。车子里装修卡切，小姐看看，亲爱的西北家们在这掌声好，好好非常好 ，I love you。然后首先呢，大家看到我们的团队里面是不是又多了一位那个陌生的面孔呀？就是站在我们中间的这一位帅气的小哥哥啊。这个苹果希望你以后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以后在工作中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这是你师傅对你满满的爱，希望你好好能快点融入我们的大家庭。我叫简历，我也是咱们师傅的徒弟。然后这个东西我帮你收一下。行。工牌不可以丢啊。每个人有一个工牌。店により早く適応するため、新人には必ず一人の師匠をつけるのが会社の方針だ。帅吗？帅。我真没想到他们会给我准备礼物，你知道吗？对我来说还是意义比较大的，因为这是我第一份工作嘛，然后也是算我拜的第一个师傅。哎呦，就感觉像家一样的味道。嘛，因为你出来的话都是自己一个人出来嘛，因为你一出来的话就有一份礼物，就感觉家一样的味道嘛。加油！经理，你最棒。我最棒。你好阿姨，我们的餐具都是经过高温消毒的，这个请您放心使用。谢谢啊。哦，不客气阿姨，应该的。阿姨，刚熬出来的小米粥给你盛了一碗。好的好的，谢谢。小心烫，小心烫啊。我们热情很好，美女美女，我们哎，我们给他点个赞。谢谢。给他点个赞。好的。给大哥点赞。还可以吧。小看我了吧？啊？你记得是什么？就是从他第一天到今天至今为止的一个。每天都有记录。对，就是每天他发生什么事，这个上面都会记住。你是他的师傅吗？嗯。你多大？20岁。20岁。是不是？比你想象中的小了，特别小。那有没有错过大的失败？好的失败，跑单了，就跑过一次单嘛，就然后就吭哧完就走了，都没有买单。啊、他要惩罚吗？不要惩罚。那谁负担啊？这个钱？我呀。你？我是他师傅呀。咦？他才20岁、啊。再过一年就21了，也快了。撮影を終えた1ヶ月後、カンさんは店を辞めて田舎に帰った。20歳の師匠は今も新入社員を育てている。一方、呉店長は。那好久没回饶镇，差不多快2年了，都。结果前天晚上和大前天晚上，因为知道要回家那个消息，就是经常梦到家里人。为什么不回家呀？因为干餐饮忙。再一个就是忙的时候工资多。哦。利用这个时间好好的赚钱。对。お金を稼ぐため。旧正月も実家に帰らない呉さん、その訳は。这个吗？在里靠里面一点，跟这种房型是一样的，在第10层。彼は
20万元の頭金を払い、この町で一番高い新築のマンションを買った。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买房？因为你住在北京的。别人会说呀，他还一个哥哥，他家两个男孩，老大结婚了，老二还没房，没有结婚之类的，会拿这种语言，就是村里的人会这么说。但是如果我买了房，或者是我买了车，我不结婚，我也可以光明正大的。有房子就证明他是能干的人，父母也有面子。对，他们会感到一些骄傲吧。我22岁的时候没有想过给父母买房子。对，我简单看了，他有时候发朋友圈买。北京で奮闘する呉さんにとって唯一の心残りは家に残してきた母親のことだった。妈。哎，做的啥？菜呀。哎呀。你这买的吗？这刚才买的妈的。又回来了。对。这我妈妈。我妈妈瘦了好多，我2年没有见我妈妈，因为在家也减肥之类的。好，你先坐。啊，这是你的家。对。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所以他去了北京之后有变化了，有变化，比之前变得老实了，本分了，是吧？应该在北京经历的多是吧？食事中，呉さんが突然席から離れた。客户吗？您现在到还是大概多久？好的，然后这边我给店里边说一声，您设备什么？你到这儿还要接客户的电话？对，顾客打电话、吃饭、定位，一系列的。闲不下来，所以他一直戴这个耳机。对，我有时候戴着耳机。一直戴耳机。我戴耳机的时候，有时候装外卖啊，对，装外卖啊，干嘛的时候，我真的没有时间去拿那个手机，也没有时间去拿手机接这个电话，我完全我就可以点开一下。好。等会儿再参加行，先吃点菜。对，我想他了，他不想我，他不知道想我不想我。想你。肯定想你。我都想着想着瘦了。是小瘦吧？也是有点差异的。哎，妈妈，你觉得怎么样，儿子？2年没见嘛。心里想。心里想。肯定想啊。对啊。小时候还想的比这大嘞，这大嘞才想嘞，啥东西不想哎？那你希望他早点结婚吗？我希望啊，他找了有呗。有。有，这重庆人家不要带回来。你不知道吗？哦，他有。有。你知道哥哥知道吧？我知道。知道，我嫂子都知道。去年吧，去年一家人就特别热闹。当时我妈拍了个视频发给我，说：“你看都回来了，就你没回来，等等一系列的。”虽然说挺热闹的，但也能想到就是没有菜。对，也比较想我。也不会说非常开心，虽然说是过年。那会儿是心里特别特别小。哭啥？别哭。我记得有一年，应该是3年前吧，4年前，大年三十还是大年初一下午的时候，那个商场他要关门，所以他下午没有充足的时间，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本来打电话前就觉得自己肯定不会哭的，就想都没想，就是觉得打个电话问一下。那打完那个电话还没说话呢，就是外边那个过年的那种氛围，外边的灯笼等等一些热闹的场景，然后就特别想家。哭了。那如果他一直待在北京的话怎么办？他待在北京，待在北京，他爱跟哪生活，那就随他自己，结婚生子就够了，我就心里想。呉さんは今年の旧正月も例年通り仕事をすることを決めた。35号桌还有一碗面，这什么面啊？您好。
私も若い頃、親のことを忘れて自分中心になり、最近の若い者はと言われた。リンリン法でもシーリン法でも、若者はいつだって失敗しながら成長するものだ。年長者の私から若者に言えることは、たとえ勉強ができなくても努力し続ければ道は開ける。私自身がそうして生きてきたから。这次拍了好几个年轻的人都是零零后。我觉得一代人一代人差不多吧。是吗？这个我们的父辈说我们还没吃过苦，我们又说下一辈没吃过苦。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苦。要说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在西北或者在中国看到这么多能干的年轻人，这么多肯干的年轻人，你是不是觉得中国的国家将来会很厉害？对啊，所以我想知道怎么培养那样的员工。觉得就这个时代造就他们，真的不是西北培养的，不，真是真的。我说的是真话，我说的是真话啊！我不想说的哦，你看一个优秀的人都是西北培养的，那不是自我表扬嘛？不符合事实嘛，对吧？就中国这个时代发展时代，有一批年轻人都是这个样子。我相信这种年轻人到哪都可以，他有梦想，他的心里有一团火，他想靠自己的努力改变他们家的命运，改变他的命运。